你看看比较不认识的新英雄给你们看一下、喔、啊等一下再来实战这样。啊这也是近期的英雄。你等一下会玩一场吃鸡啊。哇他好强哦、喔、要大绝是什么 ?Oh my god!哇靠！那大卷应该是召唤一只分身来帮他打。对，你看这只分身可以帮他打。哇！哦，他大卷是召唤一个人，是不是？我想说，刚才那个分身怎么一直黏在我的身上？耶！太不吃啊！那就冷台一下。那你求生一下是最好玩的。嗯，等一下，这个。其实我不知道我哪一个，我们先收人一下，我们先收人一下。你们公会怎么突然爆满的、啊？欸、这个可以双的呢。可以赶紧来。所以我跟他组队是不是？哦，所以我们就是两个小队啊。哎，快点啊，队友，你在干嘛？你很累。还不赶快去帮我挡一下？这个就是吃鸡哦，吃鸡模式。啊，好痛啊！我的，你们在干嘛？队友，你不来保我，还在那边烦欸。屁啦！哎呦，哪有人血量这么高的啦？嗯嗯。哎，队友在就可以重生哦。收掉一个人了，克里斯收掉了谁？他刚才收掉谁？哎、欸，那只为什么这么肥呀、啊？我就搞到最后，你们还生存这么多人啊！哇、哦，好精彩啊！残忍，残忍！然后我因为我怕我乱掉，我先给你们看一下各种角色的名单。刚才那只是什么？